到，不好意思，刚才这个单身对单身哦，是黄伟哲委员说的，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原因重现。单身的邱毅，力拼单身的陈菊，或是这个南台湾小巨人杨秋兴，我觉得其实都蛮适合的。所以他可能突然想到民党还没有提名完成，所以赶快把杨秋兴放进来。对，我这个当然黄伟哲是比较不值得评论的哈。我朱立伦副院长啊，如果主持人愿意花点时间哈，叫你们国会记者把他带掉看，他最近每一次只要谈到这个的发言是一样的，可不可以不要再谈？可是每天都有人要问他。其实朱立伦跟媒体的关系是好过超过大家想象，他可以拜托大家不要来，你可以请幕僚挡一下，说啊，今天副院长没有要讲话，副院长你就直接进来，记者不会被拉下来的啦，不会这样子嘛。我倒是国民党快点决定嘛，国民党他既然决定，他就宣布不就解决了吗？要不要逼我？国民党，这是国民党啊，中常委啊，这个是我们现在新民主党在决定啊。